整个高度的部分的话是非常高的，对，因为我190公分，你看一下，它整个是不会有压迫感。挑高3.6米，让身高190公分的带看人员也不会有压迫感。这样的房型近来很热销，善用装潢规划收纳空间，可以让室内有放大一倍的感觉。可能40几平的产品，跟我们目前30几平的三房来说的话，其实你室内的整个开阔性是一模一样的。原因是因为你不管是住到40几平，如果高度不够高，还是会有压迫感。像是更衣室，一个成人可以不用低头走进衣柜，但其实上头还多了一个夹层，当作客用床或是收纳冬天的衣物、棉被都不是问题。因为它这个整个挑高，那它有很多的收纳空间，或者是比如说可以像这边可以做一个茶室啊，或者是那边可以做一个更衣室或是办公区域。挑高让空间更有宽阔感，以3.6米的产品来说，比起一般3米高度，空间足足多了20%，尤其在寸土寸金的市区地段，不需要追求大坪数，也能买到机能与生活品质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帕德丘古等斗用，12月12日起跟着中天走，掰了52台，立刻订阅 YouTube 中天电视频道，订阅按赞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弯钻奔急，同步下载中天快点 TV App， 一键看中天更方便。订阅中天，守护台湾，刷一排加一。